好啦，大家好啊，欢迎你嚟到个 Bang Bang Channel 啦。嗱，今日为大家讲解嘅咧就系呢条题目啦，就系 DSE 2024年嘅 Paper Two 第35条嘅 MC 啦。好啦，嗱，事不宜迟啦，咁啊，先望一望题目先啦。嗱，咁佢就话啦 ，let 嗰个嘅 二 set 啊，就系等于 a 减五乘九嘢乘 i， 就再加呢个嘅 a 加二乘九嘢乘 i， 再 over 翻二加 i。咁佢就问我哋啦 ，if a and 二 set are real numbers，OK？ 咁 then 就系 a 减二 set。到底等于几多少？好，咁啊事不宜迟，攞张单子出嚟先讲啦。咁啊，由于成个瓜系科技佬先进嘅，咁啊就系咧，成条题目出翻晒嚟，咁啊大家唔使期佢啦，真心可以望住嚟做啦。咁啊悭啲时间啊，非常方便。嗱，冇急，慢慢嚟。咁啊嗱，我叫呢张单子做 page one 啦，即系意味着一张单子唔够做噶啦。嗱，等间如果唔够位嘅话，咁我开张新嘅单子叫 page two， 如此类推啦。好，冇急，慢慢嚟，整理一下先。嗱，首先佢话二 set 系呢撇嘢啊嘛，照抄先。嗱，咁我二 set 咧。就会等于A 再减5啦，就再乘 I， 就再加返呢个嘅 A 加 2， 就再 over 返就2加 I。 咁上面漏咗个 I 啊，冇意思 ,OK。好，嗱咁跟住之后，如果你俾我继续做落去嘅情况底下咧，咁啊嗱，我前边呢嚿嘢我照抄噶啦，就系 a 减五乘 i， 嗱就再加啦。咁啊嗱，如果你真心咧，你俾我咧，咁啊我画长啲条分号线先啦。嗱下边咧就我瞄住呢嚿啦，二加 i 个分母就系二加 i。好啦，上边就系、是。A 加 2i， 我冇做过特别嘢嘅，我照抄嘅啫，系嘛嗱，只不过加咗个括弧俾佢咁解，两嚿嘢一样噶 ，OK， 系嘛？咁我喺下边咧做啲小动作啦，咁我就系乘，好啦，咁我教过你噶啦，下边个分母就系2加 i 啦，咁你就抄翻一模一样嘅，不过个正负就调转，咁就系2减 i 啦，咁所以呢度就系乘2减 i。嗱，如果下边乘2减 i， 上面都要乘翻一模一样嘅嘢啦，咁所以就系乘翻。二减 i， 好啦，嗱咁我哋嚟噶啦噃，咁即系话而家左边我会照抄啦，就系、是a 减五 i，a 减五成个乘 i， 好啦，就再加，咁啊处理一下先啊，咁就主分数线就喺度啦，我画长少少啦，好啦，咁啊上边处理一下先，咁就如果你俾我咧，就我会将呢度。两个箭嘴成个啦，就以 A 加二成嚿嘢乘 I 成嚿嘢，两个箭嘴咁第一个，第二个咁派过去啦。咁所以就系乘过去嘅时候啦，咁啊乘入去，咁即系我哋嘅处理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就系 A 应该就系二啦，就再乘以 A 加二 I。好啦，就第二个箭嘴系正负得负啦，就系、是、负。跟住就係 a 加二 i 嘅二次方，谂下画长少少个分数线啊 ，OK？ 好，咁啊下边啦，咁我哋处理一下啦，好明显就係 identity 恒等式啦，就係 a 加 b 乘 a 减 b， 唔系就等于 a 二次减 b 二次咯。咁所谓个 a 就係二啦，即係 a 二次就係二二次，即係四啦。好啦，就再减 b 二次，所谓个 b 就係 i。即系 I 二次啦，好啦嗱，咁啊提一提你咯噃，咁我攞支绿色笔啦，好唔好啊？喺侧边呢度 mark 个算数俾你啦。嗱，乜嘢叫做 I 二次啊？见唔见到呢啲啊 ？I 二次 ，I 二次，咁啊嗱，我提你啦，咩叫 I 先？嗱，根据翻我上堂都有讲过噶啦，所谓嘅 I 嘅定义啊，其实就系开方根。负一，嗱咁所以如果我哋左右两边 take 个 square 二次方俾佢，咁即系话 i 嘅二次就会等于咁啊呢边俾个二次方，佢咪即系抵消咗个开方根咯，咁所以就系出负一。嗱咁即系话 i 二次会等于负一嚟嘅 ，OK？ 咁啊 mark 翻好佢俾你啦。咁啊，你都知道我贪靓㗎啦，所以俾个 highlight 你啦，嗱黄色 highlight 啊。
好，咁所以喺呢度呢，我自己会继续转嘢啦。啲黄色部分 I 二次呢，其实就係出负一，咁 I 二次就摆返个负一落去啦。咁所以下一步呢，你俾我呢，咁慢慢嚟，唔好急啊，就係、是、A 减五再乘以 I， 就再加，好啦，咁上面呢个就係2乘以 A 加2，就 I 就再减返 A 加2。好啦， I 二次其实就係负一，咁摆返个负一喺度啦。就再 over 翻，好啦，下边就系四啦，我照写啦。好啦，就系减 I 二次，其实就系负一。咁啊，执靓少少咯噃。咁我会点执呢？咁好明显啦，就系、是前面照抄，就系、是、A 再减五 I 啦，就再加。好啦，咁呢一度我不如就寫靚少少啦，咁就下面好明顯啦，就係負負得正啦，即係四加一就係五啦。咁上面呢度呢，整理一下先，咁就上面就係2 A 加2再乘個 I， 好啦，咁就負負得正啦，咁所以就係加呢、這個就係 A 加2。好啦，就再 over 翻嗱，下边就系咩嚟嘅咧？咁啊，头先都讲过噶啦，负负得正，所以四加一就系五啦，就系出五。嗱，咁而事实上啦，我哋不如整靓少少啦，好唔好啊？嗱，如果你俾我咧，我将个五咧加好嘅左右两边咧分开写，即系个五俾派翻俾佢啦，同派翻俾佢啦。咁所以前边呢嚿嘢，咁你俾我咧就系、是、A 减五成个乘 I。就再加，好啦，呢一度就係二，再乘翻 A 加二 ，I， 嗱寫到核突啦，寫好啲先，就再 over 翻五，好啦，就再加呢、這個就係 A 加二。我唔落括弧啦，呢个成个 A 加二嚟噶，再除五啊，咁所以就系 over 五。转翻支笔先啊！好，咁就嗱，慢慢嚟啦。首先我不如调调位写啦，先写呢个先啦，好嘛？咁就将呢、這个。移到去最前头写，咁所以就系 A 加二就 over 五。好啦，我见到呢两嚿嘢咧，大家都有个 I 嘅，见唔见到啊？咁所以加好嘅左两边有 I 有 I， 我会抽佢出嚟啦。咁就再加嗱，如果你俾我咧，我就会抽起佢啦。咁里边就系 A 减五。就再加二乘 A 加二，就over 五。好啦，成个 I 我就抽咗出去外边。咁跟住之後呢撇嘢即係嗱，你還原返啦，乘入去第一個箭嘴出 A 減五乘九乘 I， 就係呢個啦。第二個箭嘴就係出呢、這個，就係、是、二乘以 A 加二再 over 返五再乘 I， 就係呢個啦。OK， 嗱咁還原得返咁啊，真係 OK 囉。咁跟住之後我哋慢慢嚟啊。咁如果你俾我呢，咁我騰高少少啦。嗱呢度呢，前面我照寫就係 A 加二。就 over 五，好啦，就再加咁不如我亢奋舞啦，呢、這个 over 五啦，好嘛？就系、是亢奋舞嘅，咁我就俾个五佢啦，就五就再乘翻 A 减五，就 over 五，咁俾翻个红色五你啦。嗱、那个红色五弱咗，等于冇做过嘅啫，系咪变一变一，咁就系 A 减五 ，A 减五落原装，系咪啊？好啦，就再加，就系二乘以 A 加二，
就再 over 五。咁當然個 I 喺度啦。嗱好啦，咁就如果你俾我咧，我就繼續落噶啦噃。咁啊，嗱我唔係幾夠位啦，咁我就不如開張新嘅單子啦，叫做 page two 啦 ，OK？ 嗱咁所以喺呢度啊 ，page two， 咁我哋繼續做噶啦，喺熒光幕下邊呢度繼續做噶啦。嗱咁跟住我會點做咧？咁啊再落嘅時候就等於嗱都係照抄嘅啫，就係 A 加二，就再 over 五 ，OK？好啦，就再加嗱，我唔再用咁多红色笔啦 ，OK？ 咁因为简单啲讲啦，你而家会发现咧，两个嘅分母都一样，都系五都系五啦，所以两个分母结合佢啦，写翻做一个啦。咁所以喺呢度咧就会系主分数先，就喺呢度。咁下边变做五啦，咁上边就系照抄，照抄啲乜嘢啊？就是、个分子，就系、是、呢个五。A 减五啦，成嚿嘢咧乘埋啦，就再加呢个啦，就系、是、二 A 加二 ，OK？ 咁所以我哋嚟噶啦，上面就应该系五，就 A 减五啦，就再加就系、是、二，就是、A 加二。咁啊，當然後面仲有個 I 啦，嗱，睇下有冇抄漏嘢啦，咁啊應該就冇啦 ，OK？ 好，咁跟住繼續去咯噃，咁啊繼續慢慢嚟，冇急啊，咁即係話前面冇得處理㗎啦，照抄先啦，就是、A 加二，就再除五 over 五啦，好啦，就再加，好啦，咁啊偉大基本功啦，拆括弧啦，即係兩個箭嘴將個五派入去，派入去啦。嗱咁所以裏面呢度啊，我唔再用咁多中括弧啦，小括弧算啦。咁啊第一個箭嘴出五 A， 好啦，第二個箭嘴正負得負啦，就係、是、負，咁啊五五廿五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後面呢度一樣啦，將個二兩個箭嘴咁派入去拆括弧啦。咁所以喺呢度啦，就係、是、再加就係、是、二 A， 好啦，就再加四。就再 over 翻五，呢个就系 I。嗱，咁而事实上我哋继续做落去嘅情况底下咧，执翻靓佢就系噶啦，就系、是、A 加二，再 over 五，前面冇得喐啦。咁啊，照抄。嗱，后边啦就再加，好啦，咁啊，慢慢嚟，冇心急啊，咁就五 A 再加二 A， 咁应该呢度咧就会系出七个 A 啦。好啦，减廿五再加四，减廿五再加四，即系减够廿一啦，就 over 翻五，下边照抄啫。咁啊，成个俾翻个小括弧佢啦。外边仲有个 I， 嗱，做嚟呢度啦。咁啊，跟住我啊想讲少少嘢，攞支粉红色笔啦。嗱，好明显咧，呢个就系 A 加 B I 咁嘅样啦。所谓嘅 A 咪就系个 view part， 即系个实数部分啦。嗱，咁所以我 mark 低俾你啊。嗱，呢个咧好明显咧，呢个粉红色部分咧就系 A 加 B I 个 A， 即系讲紧咧系个实数部分。咁啊，英文叫 real part。好啦，咁跟住之后后面呢个位啦，咁我攞支蓝筆啦，好嘛，就呢、這个。嗱呢个呢就係、是、个我哋所谓嘅叫做实数部分虚数部分 imaginary part。咁所以其实由于啊你而家你话俾我听嘅就係乜嘢呢，就係、是、个二 set 系个 view number 啊嘛，係咪，由于二 set is a view number。
中文嘅同学啊，由于二 set 唯一实数 ，OK， 咁所以发生咩事呢？如果你同我讲嘅二 set 系一个实数嚟嘅，咁即系换言之，呢一 part 要系零啦，系嘛？零乘 i 先至成个 i 位零晒冇晒，即系个 imaginary part 冇咗啫嘛。咁啊，剩翻前面咪就系个实数部分咯 ，OK？ 咁所以即系焗住就系要呢、這个浅蓝色嘅位啦，就系7 a 再减21。再除5呢个位，会系等于零 ，OK？ 咁啊，我哋将个除5调过去变成5啦，咁即系换言之，我哋知啦，7 a 减21就会系等于零嚟嘅，零乘5咪零咯，系嘛？咁将个减21咁就调过去啦，减21调过去变加21，咁所以7 a 等于21。咁啊，最后终极答案啦，咁啊都呼之欲出噶啦，咁啊喺左右两边，不如我哋除一除个7啦，咁所以7 1余7 73 21，咁所以左右两边除7嘅情况底下，呢度变1啦，呢度变3，咁所以最后答案咧，其实你会见到啦，个 a 咧其实就系3嚟嘅。咁当然未系答案啊，你睇清楚条题目问我哋乜嘢？嗱，佢问我哋个 a 减二 set 到底系几多啊？系嘛？咁所以我哋慢慢嚟啊。咁啊，鉴于而家个 a 系3，系嘛？咁我哋换言之，我哋要心里有数啦，要知嘅嘢就系乜嘢咧？就系个二 set。嗱，或者我唔系几个位啦，咁不如我唔好咁逼啦。咁啊喺荧光幕嘅呢个位度做落去啦，好冇？嗱，我褪低少少啊，系啦，咁就荧光幕嘅呢个位，我哋继续做落去啦。咁好啦，我哋由呢边移师上嚟呢度继续做啦，好嘛？嗱咁啊，由于我会咁样讲啦，就系、是、换言之啦，系啦。我而家想知嘅就系个二 set 系几多？嗱，个二 set 咧，其实好明显咧就系、是、a 加二 over 五啦，就再加7 a 减21 over 五再乘 i， 咁呢嚿嘢都零咗噶啦，咁所以呢一 part 你都唔使理嘅，因为佢系个实数部分嚟嘅啫嘛，系咪一个实数嚟噶嘛？咁所以我哋净系计呢个咯，就会系 a 好明显就系3啦。再加二，就再 over 五，咁所以我哋会发现咧，上边就系咩嚟嘅咧？就系三加二就系五啦，咁所以就系五 over 五。咁啊，约一约嘅情况底下咧，上面有五，下边有五啦，约一约啦，用五除啦，咁所以变一变一。咁即係话最后呢，我哋会得出呢，其实个二 set 呢就係一嚟嘅。咁啊掂晒啦。咁所以 hands， 中文叫所以 ,ok? 咁今次我哋想计嘅係咩呀？就係、是、个 a 减二 set， 係咪？咁就係 a 减二 set。嗱，好明显个 a 呢头先就计咗㗎啦，就係3嚟嘅，係咪？就会係3，就再减二 set。嗱，二 set 喺呢度咪计咗囉，就係一嚟嘅。见唔见到？再减一。所以三减一嘅情况底下咧，最后终极答案都出噶啦，就系二嚟嘅。OK， 成件事搞掂。嗱咁啊，睇下有冇呢个答案拣啦噃。正确答案就系、是，见到啦，就系、是、A 二嚟嘅。OK， 好，终于搞掂。嗱咁就 check 睇下大家今日有冇啲咩特别问题啦噃。OK， 好，咁啊呢个就系 page 1呢一条嘅上半部分详细答案。嗱，至于后边啊 page 2就系呢一条嘅下半部分详细答案。如果冇问题嘅话呢，咁我哋就今日到呢度㗎喇吧。OK， 好，咁就多谢大家今日嘅收睇啦。嗱，希望下次有缘嘅话，我哋再见啦。嗯，拜拜。